为什么是你越做越苦，越做越苦，越做越苦？这个，我们那天刚开始是搞几分钟时间，搞几分钟，下午的时候就好，就好，后面就可以了。哎，后面越做越苦，越做越苦，那就奇怪了。所以说我们那天机器开起来，尽量不让它停机，停机就不会停。一停机，要么就是说小半盘，要么就是说。外面两台也是这样的。哎，外面两台现在就跟这个一样。那这样的就是香菇馅料的。